非常令人兴奋的一刻，你们将成为鸟巢史上第一场流行音乐个人演唱会，被全亚洲最大的场地所震撼。如果有一天可以在这边开自己的演唱会，那就是梦想成真。因为是第一次，是我们觉得很兴奋。我们接下来就要面对所有人都没有碰过的事情。This tour is really unique to me. Really a family get together. Family of music lovers, dancers, production people. 在这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变化，造就了火力全开。跟所有人一起嗨翻天，这种兴奋也有大家看不到的反应。那个时候的安静是最震耳的。我出生长大的地方，罗彻斯特纽约，本来我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学校里面的霸凌，取笑黄种人的那种口令 Chinese, Japanese, dirty knees, look at these。 所以我从以前就有竞争的精神，不是因为我选择，是被当时的环境逼的。我记得刚刚开始跑来跑去的时候，我会很慌张，说我早上醒来我不知道我在哪里。那段时间人生的道路上我是迷路的，如果可以有自己的生活，是不是得辞掉我的工作才行，让 Music Man 死去，做回一个平凡人。亲爱的天上的父，音乐这么神圣的东西，请给我一个祝福。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目的，我们今天把我们所有会的东西通通要摊出来，跟大家分享我们心中的热情，我们对我们音乐的热爱。I think his music is so special. He works so hard, so honored to work with him. 怎么去让西方更了解东方？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故事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我们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，不管多遥远，我们往前冲，我们就要。火力全开。